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已经把资料给抓取下来了，哦，所以抓下来的资料就长这样。但是会有另外一个衍生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哎，就是这个地方哈，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呢，它的格式好像跟那个网页上面的不太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家训股，它主要的地方是说，它这个年度是放在这个地方跨栏之中，然后呢，一月份呢刚好跨几个呢？跨四个栏位，二月份也是跨四个栏位，有没有？三月份也是跨四个栏位，那变成说哈，如果我今天下载下来之后，因为它没有下载资料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跨栏之中的概念了，所以变成怎么样？我如果要自己把它补上去的话，该怎么补啊？所以其实啊，那几个地方很简单，第一个，把一月份的把它这边再把它怎么样插入四个空白的啊，也就是说我今天呢、啊，假设我今天一月有没有一二三月，那不对啊，应该是一月在这边对这四个，二月对这四个，三月对这四个，对不对哈？那可是问题这边怎么办呢？哈，其实你有个简单的方法，如果你程式不会写啊，你可以用什么录制句集就好了。那录哪些句集？一，把一月份后面哈，这三后面插入三个空白的储存格，那怎么插入啊？很简单嘛，选取这三个嘛哈，然后按右键插入。然后呢，他问你说你的储存格是要向下还是向右啊？当然是向右了，所以把它现有储存格向右嘛，有没有？然后这三个按右键插入向右嘛 ，OK， 哎，这样就 OK 了。所以这边插入三个，这边再插入三个，然后这边呢，这边要把它往右挤吧，因为好像年度有没有？年度在哪？年度在这里啊！啊，开盘它变成开盘。位置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在开盘这个地方，也是按右键插入一个什么空白的储存格，然后怎么样向右移动就好了，有没有把它挤到右边去？哎，按确定，哎，这样就 OK 了。好了，基本上，当然其他你要再合并储存格，那可以再另外。可是你想说这样怎么做？程式如何写？其实我跟各位讲啊，用这个 Excel 的好处是哈。你不然就土法炼钢，要不然你如果经常性的话，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录制句集嘛？像刚刚我们不是有把它这个动作做一遍之后，录制句集。那录完之后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哦，我有把录完的结果哦放在云端上面哦。那第一步的话就选取什么 range， C1 到 E1， 因为其实主要是我刚刚做的动作，我把它在。再把这边哈缩小一点点，有没有 C1 到 E1 啊？我刚刚做什么？按右键插入什么一个储存格向右啊？录下来的程式哦，基本上就长这样。哎，第一个它先 select 这三个，有没有是这个？然后呢 ，select 之后的话会有个 selection 插入的话就是 insert。那向右的话呢，就 shift 冒号等于什么 x l to right。那要不要 copy origin 要不要这个复制没有啦，所以后面这个其实这个语法应该可以把它砍掉了，你们可以试试看。那我录下来之后，不就一二三这三个动作就 OK 了不，跟讲应该是插入一个，二月份才插入这个，所以这一段的话是这里。G1 到 I1 有没有 insert 啦？甚至其实也不用，你可以上面会的话，其实自己再把它复制贴过来。啊，在 A2 的地方有没有 insert 就这？所以哦，这个做完之后哦，其实就有程式啦。所以哦，你可以把这个录完的程式怎么样？把这个哈、哦、直接呢弄一个 sub， 然后用 call 的方法，或者是把这个程式贴到底下也可以啦。啊，我的习惯是这个，把这一段怎么样 ？Ctrl C， 然后贴到哪里呢？贴到我们刚刚的程式的下方，这里。那我建议是这个 sub 哈，因为你录制的话，应该是会在另外一个模组，你可以把它 call 到底下。那将来的话，你用 call 就可以 call 什么？后面它这个 sub 后面的名称，什么名称呢？插入空白储存格聚集嘛，就这样子。OK， 这样子的话就大功告成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后面假设还有一些格式不会的话啦，我觉得哈，利用那个 VBA 的好处是，
录制剧情，不会写没关系，哎，那这样就差很多了。不然的话，你说使用 Python 的话，哈，有什么差别？其实第一个啦 ，Python 里面没有 Excel， 所以你资料放哪里？放资料库吧。第二个的话，如果你还要再移到 Excel 来什么，你再用 Pandas 再汇出，哦。然后第三个的话，如果你要再修改格式的话，哇，那又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啊，你不如就直接在这边做就好了嘛。结果一不一样？结果一样啊，而且反而更简单。那为什么不在这里做一做就好了 ？OK 哈、哦，所以有些东西啦，就是尽量的话呢，你在选择工具的时候，尽量不要自找麻烦。哦，好，啊，最后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把它 run 一下哦，所以。刚刚的这个地方做完之后，我一样呢，让它再去跑一下哦。所以这个程式哦，做完最后做完的话，把它这个转一下 F8 清除掉，然后一样去下载，那等五秒钟哦，然后呢再去抓取 ，OK 哈、哦，然后再去抓这里面资料。那抓完资料之后的话呢，我这边先设个中断点，让它全部跑完。好。跑完之后哦，刚刚的东西哦，有没有？我这边还没改嘛，哈啊，我这里先录制剧集之后，然后让它执行，有没有？这边这两行就这个，这两行就这个啊。其实你不会写没关系，录制就好了。这边插入一个空白的 ，OK， 好，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啦。OK， 好、哦，所以哦，以后不会写的话。可以录制，那另外的话哈、哦，顺便讲一下啦，因为哈、哦，一般我的习惯是，我看到录制的结果哈、哦，程式比较冗长哦，我就忍不住我就要把它缩短。那你想说这个地方还可以怎么缩短哦？跟各位讲一下啦，如果你要简化，我以后我看到 select 哦跟 selection 的话，其实 select 跟 select 其实可以放一行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指的那个东西哦。Select 是指的是那个东西，它就是，什么？它就多一个物件叫 Selection。那你不如怎么样？直接哈、哦，可以把 Select 跟 Selection 删掉，中间留一个点号就好了。哦，意思就是它了，就它了。那、啊、你有必要是，什么？我先指它，然后给它一个名称之后，再说就是它。那是太麻烦了吧 ？OK， 就直接就它就对了嘛。所以以后哦。如果哦你要简化程式的话，以后的话就是哦不用 select 之后多一个 selection， 你就是啊直接那个 range 就对了，针对那个 range 去做什么事情，就不用。那为什么你想说那为什么还多再多？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录制剧集的时候是用滑鼠，那滑鼠不是会点吗？所以它是把你那个点击的动作录下来了。OK 哈、哦，所以主要的原因应该跟滑鼠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一般在自己写程式的时候啊，你是不用考虑这一点，直接那个 range 就好了嘛。OK， 所以哦，以后的话可以这样把它改写。好、哦、，OK， 所以啊，你会发现本来六行的话哈、哦，马上就变成只有三行了，有没有？这样应该简化很多。第二个的话哈、哦，一般呢，如果你这个音色后面的冒号等于这个啊，其实如果按照顺序给它的参数的话 ，shift 冒号等于这个是可以删掉的哦。OK， 所以哦，以后的话哦，假如你不想这么麻烦的话哦，你们这个 shift 冒号等于，如果是按照顺序给它的参数的话，那这个是可以不用的。哎，那这样程式感觉又更清爽一点点了。因为我的习惯是这样的，程式能够越少越好嘛，看起来才会比较清爽嘛。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哦，程式多了一大堆，感觉就看起来就觉得很心情就会受到影响。那当然越少越好。哦，程式越短越好，对不对哈、哦、？OK， 大概可以改成这样。啊，执行会不会有问题？基本上应该没有问题，结果都是一样的。OK 哈、哦，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这第。